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长城会竟是举办了一场揭秘硅谷移动互联网创新之源的线下沙龙，邀请了三位对中美市场都非常熟悉的嘉宾，包括 IDG 资本合伙人李潇军、第一财经日报驻硅谷记者骆一航，在海外拥有千万用户的消费级软件万兴软件副总裁傅宇泉，就国内国外的创业大环境、市场及创业者进行了探讨，在此摘录部分分享。IDG 资本李潇军，重创新与重运营，硅谷是从零到一，把一件事儿从没有做到有，我们是从一到 N， 把事情又扩大了一下，这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另外，国内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去讲我们怎么运营，怎么让产品落地，在硅谷好像没有听说，他们都是通过互联网用技术实现，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干人工的事儿，这也是我们的文化。第一财经周刊骆一航，年轻创业者的风格已经越来越接近硅谷。第一，很多事情在中国没法儿通过技术去解决，比如我们需要人去维护数据中心，这是因为没有一片靠谱的云可以在中国用。微软的进不来， Google 的进不来，百度云、盛大云、阿里云，如果他们的人坐在这儿，你问他们靠谱吗？他们自己也不敢说吧。包括销售这块，虽然一直在压缩人手，但很多事情还是没法儿通过自动的方式来做，哪怕是一家尽量摆脱在文化和组织架构上向硅谷前沿靠拢的公司，也没法儿完全做到这一点，很多现实环境不具备，这个情况我们得接受。第二个，我们的很多项目还是运营驱动，每一个创业公司招运营这块的人还是很看重的，中国创业公司的市场要会打仗，运营要能吃苦，但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在硅谷是很少见的。反过来，我想给大家打一打气，大家埋怨中国创业环境恶劣，我们除了有可能有些严厉的监管，有一些不太靠谱的事儿，但我们想一想其他的，世界上除了硅谷之外，还有哪个地方能够有这么多孵化器，有这么多以创业为主题的场所、咖啡厅，包括有那么多公司完全鼓励大家，有开放式的环境，大家可以穿着拖鞋、短裤去上班，有多少团队越来越倡导这样的文化？美国是，我相信日本不是，我相信印度也不是，巴西和智利、俄罗斯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中国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东西。如果你接触中国1970年代后1980年前出生的那波人，你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像美国创业者，强烈的结果导向，过去和人相关的人强调做生意的关系，在他们身上变成了结果导向，行事风格变得非常直接，而且团队越来越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在美国人的年轻创业者团队中，这两个趋势越来越像，他们从气质到风格上越来越像，那么一旦环境稍有改善，活力就会释放，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急着考虑移民的事儿，在这个地方机会很多，中国公司有资格在北美立足的，你一定会看到他们的做法和大部分在国内公司的游戏方法不太一样的中国公司，因此你需要在原创性、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上做五倍、十倍甚至十五倍的比美国本土公司好。北美现在做的不错的公司，游戏的我不太了解，通讯类公司基本都在这几个方面做得更好，要不就是手里有很多知识产权、专利的公司，而且是拿的美国专利，证明了我这家公司是尊重知识产权、致力于专利保护的公司，要不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例子一样，我们是一个尊重产品本身、尊重技术、以产品导向的企业。